怎么捏碎了？什么都看不见了。已经没用了，他们受伤极重，命不久矣。盲智也活不了多久。我早就说过吧，吴兆，就算你取出他们的眼珠子，在头颅里种入盲智，那也还是一群废物，又傻又丑，连探查的活都干不好。那么下回由你去。不不不。 空间裂缝那种地方，我可不是辟邪，你故意让我有去无回吗？吴兆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下回再也不敢这么鲁莽了，我只是想报仇。 一时忍不住，不要不理我。你不知道，我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，好害怕，脑子里面很乱，就迷迷糊糊的到处走。后来我的梳子还掉了，被那些人捡去，当成他们自己的东西。 这天底下的人都坏透了，可是我们又能回哪儿去呢？西陵已经不在了，雷族、淮西，通通不在了。
我只剩下你一个亲人，别丢下我，武昭。怎么可能丢下你？只是你我力量未复，倘若行事不当，反折其身。再者，昔年轩辕丘人丁兴旺，几千年后，皇帝后人又何止千万？见一个杀一个，你打算杀到何时？那要怎么办？难道不是杀一个算一个吗？难道我们的仇就不报了？仇当然得报，所以杀一人无益。姬轩辕要人族兴盛，我就偏偏令他们沦落魔域。你是说天心静瑶？若非如此，你我也不会醒来。正好趁此机会，看一看巫之国的那个传说是不是真的。水蛭，只是看起来像吧，从眼眶里爬出来的，多半和这些人的异变脱不了关系，或许同巫兆有关。怎么说？我们进来这个空间，古考会的人随即出现，这未免太过巧合。先前巫兆抓住了他们的头目，若是由他出手也不无可能。巫之堂本就拥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术，所以巫兆也跟来了。还是先派了几个人过来探查，他们怎么进到这儿的？和我一样，劈开空间的能力虽然罕见，但如果空间裂缝已经形成，那么在它完全消失前，设法于同一处造成更小的裂口，却是可以做到。那刚才的光又是什么？简直气势惊人，一瞬间全身都像被冻住了一样。大约是静云留下的力量。旁边这座培林是他的墓吧？静云，我好像在古籍里看过这个名字，是皇帝的臣子吗？嗯。我要赶快把这周围的样子画下来，以后有机会拿给师兄他们看，还要去灵前跪拜一下，远远的，不打扰里面的人。若是遗骸，这其中大概也只有姬轩辕的。另一侧的培林应当葬着他的妻子雷祖。雷祖当初战死西陵，尸骨就留在了那儿。而静云则是片骨无存。这样